在美国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有些顾问公司建议站着开会。但对这位日本总裁却不合适，他习惯在讨论时闭目沉思。在泰国，闭眼休息无妨，但光着脚底可是非常不礼貌的。而这个手势对一些希腊人来说也是很失礼。HSBC 汇丰银行深刻了解不同文化的重要与价值，并运用各地的金融智慧，让全球客户共享理财优势。HSBC 汇丰银行，环球金融地方智慧。